途艰险，千家灯火相连，嫌烦难辨，几丝谈前吻边，抓明句和解，深夜无言，直到看脸，不见故人。针线难渡似水流年，浮生如棋变幻，望盘算难回转，所念相隔光年，星云散逝虚乱，沧海桑田也难见夙愿，似要天蓝，谁共我赴迷幻，望对错误答案，写长千万狂澜，何惧深渊有限，命由惊起难断，天际浮现将恩怨沾边，星辰界也不会眷恋，那些不是真相。你知道的。杜氏现捆金绵云锦盒一个，领铜牌一枚。贺氏现林夕真是越来越美了，不知怎样才能打动林夕的心。他喜欢什么呢？哼，要是知道我就送了。你想知道？不会上去问问他？哎，你等我酝酿酝酿。程家不是在谈婚事了吗？但据说灵犀小姐挑剔得很，并不中意程家二少爷，所以各家少爷们自然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呗。毕竟徐家是长老会这届的顶席，谁能娶到家族说不定能跻身下届长老会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条件的当然都想争取一下。把人看路。对不起。哎，今世献祖传500年蓝酒一坛，领铜牌一枚。这最后一块啊，肯定是他们程家的囊中之物。好大一株火枝啊！哎呦，
程大少爷何必自己跑一趟，差人送来就是了。等一下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杰哥，杰哥，让让，让让，爷爷，我用什么贡品才能换到最优先选择权的玉牌啊？稀有。就凭这三条鱼，简直是笑话！只有少爷的火枝才能配得上这玉牌。哼，不怪他，我家种的这火枝，想必他也是第一次见。是啊，不怪他。丽姐天天出海，见的都是大海、大鱼、大世面，这么小的火枝确实不容易见到。哼，哼，你们家的火枝年年都现，一点新意都没有，想必上山也腻了，才选了海鱼。这鱼是在岛外两日传承的外海里捕来的，食之可生筋骨，鱼眼清血净心。再加上此鱼以珍珠为食，是难得的海中静物，献给上神绝无半点不敬。是啊，要不是丽姐，谁能见到外海的东西啊？哼，小孩懂什么，要不是外海来的凡人，十年前我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祸事？也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蛊惑商家杀了那么多人。我没有，我养父也没杀人，你别乱栽赃。这不是程家大少爷的事情。嗯。哎。天平选的是我的鱼，你这是要违抗天意吗？你。凡事要讲先后，天平认定火枝在先。这不胡说吗？就是啊，那时候天平根本就没配平。这鱼献给上神实在太普通了，相信也不能服众。这样吧，藏典阁里的文献记载，外海有种鱼，身长两丈，据说此鱼之鳞轻如鸿毛，坚如冰铁，寒暑不侵，是神族战甲的完美材料，拿来祭天，上神必定喜欢。若你能献上此鱼，我就认定你有这个资格，不然这玉牌就归程家。上道，大家没意见吧？这不明摆着吗？直接判给程家不就行了？毕竟岛例会记录，不敢做得太明显，假装公正下，走个形式呗。两丈长的是鱼怪吧？你们开玩笑吗？不要因为丽姐是凡人，你们就欺负她。不仅是凡人，还是罪人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按说凡人应该流放了。岛上全都在传，当年商家的事都是因他而起，按岛律应该处死的。还不是仗着恒老收留，往年挺安分的，今年怎么还跟我们的人抢东西？丽姐才不是罪人。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呢，不知道情况少来下主的。真想帮他呀，你们徐家的东西都送他喽。你好了。帮我把玉牌包起来吧，我娘等我回家吃饭呢。可是好，两丈大鱼，你们可要说话算话。没事，
还好程度很轻，一会儿就恢复了。你们几个都小心点啊，别再靠近海岸线了。嗯，好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我娘说过，咱们的祖上都是犯过错的仙人，是被天神惩罚关在这里的，赎了罪就能出去了。好羡慕丽姐，真好。哎，丽姐人呢？我觉得少爷是块当海盗的料，一边去！我的娃，将来可得比咱们都有出息。父亲，您叫我。那凡人丫头今年也来正玉牌了。毕竟仙凡有别，阿伟不会失手的。这我倒不担心，但一看见那丫头，我就心神不宁。这些年始终想不明白，恒老留他在岛上的意图是什么。或许只是看他可怜吧，不过父亲宽心，他一个凡人搅不动正道的。别小看凡人，尤其是这丫头，别忘了当年就是因为他的到来才给了商镇希望，他是那场浩劫的真正源头。可当初岛吏并未判定他有罪，依我看
大可不必跟个凡人一般见识。您呢，就继续当他不存在。你是觉得我心胸狭隘吗？啊，父亲息怒，小婿断无此意。你派人留意一下这丫头，我不放心。是。看似最弱小，未必搅不动岛上的风云。我总有预感，她还会引来新的麻烦。醒醒，醒醒！爹，娘，救我！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，还有家人惦记，真好。好大的一艘船！比我的平衡舟结实多了，估计修一下就能出海。什么人？你跨越万水千山，只一眼便似万年，梦里繁华也搁浅，相逢不及前缘，再去平和怀缅，东风也叹路途远，故梦中徘徊依稀的笑颜，离别已经年，时间它便难比人生初相见，恨别离却别离，不忍说声再见，让眷恋书写进你我诗篇。皆亏欠，时空纷乱，透支每次初相见，恨别离却别离，不忍说声再见，让宿命也感叹情深。